可以了。哦，妖精好丑啊！妖精好丑啊！天哪、啊，黑妖正，黑妖好正哦！我看一下、哦，其实蛮好看的，其实还蛮秀气的，而且有料哦，有料。不，哎、欸，小雨天，你干嘛？小雨天，多亏有你才打会了巴卡斯，谁管你什么巴？这三小，为什么这样子？我靠，我任务要重解哦。好了，那我先不解进来了，我先不解，先不解，我们就要点数啦。各位观众，明满，对，我的弓变身只有他妈这一个，可怜啊，真的是可怜啊。好啦，我们来干正事了，先把装备穿一穿。天啊，这个防好低啊，防真的好低啊。好，来明满，明满全精神。妖精应该是这样点吧？有没有？我问一下妖精有没有别的点法？应该没有别的点法吧？哈佛不会转过来，哈佛一样是哈佛。哈佛我近距离九冠了、啊，没有办法，这个没得搞。现在是还没学土妖的属性就这样子了。然后我的噩梦长弓呢？我的噩梦长弓呢？直播再走，子午要有，立刻学精灵首领。不解释，精灵首领在这边来，精灵首领各位观众，限时更新精灵首领。哟，精灵首领看到没有？精灵首领。好啦，我有精灵首领了，现在开始学技能嘛。选择属性，本则，我就是要地跟水，我就想学地跟水。封地没有没有没有，林北买不起精准啊，因为林北买不起精准，可以吧？一定要我把真相说出来，你们才爽。因为我没有精准，所以我不想学风，我想学地。等我朋友把精准移过来，我再学啦。现在没有精准很丢脸呢。你们现在学风没精准，你们不会很丢脸吗？我觉得有点丢脸呢。法律有规定拿弓一定要学风吗？我跟你们讲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直播主要尝试，你们不让我尝试，这样怎么可以？啊，各位观众，防御201，哇，爽呢！爽呢，防御201耶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看看输出。看，哇，这个攻击跟命中，跟一个台币五万块的账号有什么两样？这攻击力跟命中好像跟一个台币五万块的账号没什么两样嘛。这个妖精账号大概五万块就有了，不过减免蛮爽的，21减免。我好，我跟你们讲，为了这六点攻击力，我本人开始搞远距离收集品。为了这个，我从此时此刻开始，我决定帮妖精搞远距离收集品。好，等一下，你们想要看破百是不是？等我一下，我们把装备都更新一下。好，我们来把它放一放。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的数值，现在的数值攻击力100啊？谁说攻击力没100的？小朋友才跟你没100攻击啊？小朋友才没100，那没有风妖也是100吧？没瑞丽也是可以100的啊？谁说不能100？谁啊？就说啊，谁说不能100？老师，我连魂体都没有，魂体是血盟跟魔法商人。好，那我直接买魂体。钢铁防护我有，魂体转换我没有。生命之泉，哎，水之元气，完美。鹰眼 ，OK。经典重力，镜子盾，哦，可以啊，全来一次。哇，这个狂学技能好爽哦。有看过水妖的吗？啊，有看过水妖的吗？被动，所以这主动。基本上来说，我好像也不用放什么技能。盾牌我要学，因为我要拿提盾，所以这个我必须学。这个我想办法存啊，反正现在多少？现在17万嘛，开始存，每个礼拜至少多10万。好，我们先换武器，换装备。各位观众，精彩的来了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妖精的强度好了。来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妖精到底扛不扛？来看看我黑妖挂不了的地方，来看一下这边妖精打起来怎样。妖精不掉血，妈，我黑妖挂不住这里，妈妖精不掉血，
有看我直播的应该知道我黑腰挂不了这边吧？我黑腰减免31也挂不了，不是不能挂，是血会一直掉。黑腰可以挂，但是水喝很快，妖精几乎不用喝水。来看一下水之珍珠，很可爱的哦，小体回，来看，帮我体回，我根本不用补血，它会回三次，然后 CD 又超短，所以我没了，没了怎么办？没了我就再放一颗，再回一次体回又满了。又放一个体回，又再补血了，又继续补血，完全不用喝水。你看，直接又回来了。这就是水妖啊！我还没点智力装备，请看装备长这样子。第二页，我这个比较 low 一点的，这个我承认，因为我今天其实点了三件荧光斗篷都没上加气。我想要穿加气，但是我点了三件都爆。如果你们有便宜的荧光斗篷想卖我的话，等一下电话打给我。好，现在数值其实数值不高，但是我是减免流的，所以我减免31，我称减免 ，PVP 减免17。重点看戒指啊，我没有双沙哈，如果我有双沙哈会更爽。我现在是沙哈戒指收不到，我看到有伺服器卖16000的，可是没办法买。我还是要转回黑腰，我没有，我还是要转回黑腰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留下这个装备就是为了转黑腰。我的守护者长靴留着。我的力库留着就是为了转黑妖，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水妖的技能是什么。水妖的技能被动现在加什么？一起来看一看。生命之泉药水恢复力加3%，垃圾。3%能干嘛了？啊，至少加个5%吧，好看一点点。水之元气治愈回复魔法量增加100%，所以我可以干嘛？我可以一直放这个练功补超多的，就算我不点智力，他补一次就跳100到150。无氪要怎么点？要进无氪的话，明满，你升级就是明满，明满之后全部点精神。如果你想要玩辅助型的水妖，你可以考虑点一些点智力。但是我觉得智妖蛮吃装备的，不管你是要爆怪干嘛的，你都要撑，你爆怪要撑维魔，你一般的团补的话，你要撑坦度，不然你会被蒸发，你根本补不到人。好，我们来看高智补多少，来喽，高智补血量测试，高智补血量到底补多少呢？让我们看下去，现在是321321321，走。464是143，现在补143，再看一次143，再往下走464，再下一个，哦，620，多少？计算机，620减464，620减464等于补156，好，补156，我们下一趴再来，再补一次620加上去763，补143，比沉水效能高，目前是比沉水的效能高。补143，再往上走哦，944减763，来944减763等于100，哦，这多，这下补181，补的蛮多的。高智比补血有效呢，可是你要水妖啊，前提是你要水妖，很少人会跟我一样脑残血嘴地的，因为我为什么我要测试？我要测试给观众看水妖的效能，因为很多人都说水妖很好，但是可能你们没看过水妖到底怎样，我现在就是给你们看水妖的补血量改成这样子。然后都被动的，水妖技能全部这都被动的，只有这招是主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，我把它洗一洗，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猪猪补多少。你们来看猪猪的能力，我把它洗掉，你们自己看，这个我不数了，这个我不算了。这是深柱，原本的深柱改成这样子，我自己补。好，补三次结束，然后再放，你可以一直放，深柱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再放，它 CD 很短，你可以一直补。这是深柱哦，这是补团队的哦，范围9格内全补哦，这是深柱，蛮好用的，你团练功会蛮好用的，就是你可以沿路打架就一直帮队友放，你就一直跑，你就一直跑，一直跑，然后绑人，绑完人就继续放这个，帮队友团补，你就变成一个辅师，然后偶尔回头绑一下人，因为我是地妖嘛。好，我们来看高智补多少，来咯，高智补血量，来看3636 3765 129，补129，像刚刚是129，129，对，123，补123，3888，补123，126，补将是补126，大概是120到140吧，128，这样补128，按到沉水了吗？哎，靠呀，妈的，我
赚什么来沉水？给我智障！好，刚刚那一趴删掉，刚刚那一趴删掉。我们刚刚什么都没做，我们现在来重新一次 ，repeat。我们把那个节奏拉回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刚没事没事。八七，我八七，对，简直八七，不要理我，不要理我。刚刚那一趴，那个导播帮我把刚刚那一分钟直播剪掉。我等一下你们不剪没关系，我关台后我把它剪掉，我自己剪。你们不剪没关系，我自己剪。我一直盯着血量在算，我还在算血量哎，看，智障，我简直智障。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帮我点个订阅，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